地啲播啊，播到啲蛋嘅。有啲鹌鹑蛋羹啊，紫椒鹌鹑蛋。如果你問嗰啲火邊，你整個分白鍋，你可以炒炒雞翻。后退一脚，再慢慢下去，是沿着两回的是接着，是那个的，你沿着一个这个中间，啊你拿那条那个回吸水，一直走到右，一步一步的做了哈、哦。然后你那个线哈、哦，它这边的位置这一条线对齐，那个叫啥名？自然自然阿狗阿狗哦，那我六条就对。你六条去到还没汇合的时阵，你就阁恢复五条。哦，伊遐改转来。嘿，你改转来噻。好，阿狗，你要嘿，你进行插落去，你就知影，你插落去。你卖走未来插落去，你背啊，你。来，你。弄五条安尼嘛。啊，深不要太深。哦。就歹行咧。嘿，不要紧，好了吼，这下落了吼，大概可以哦。好，然后放到你的脚的旁边，对，好，然后就拿一组起来，来拿起来，直接抓起来，是这样子，对，秧苗只要你不要给它腰斩哦，它都算好的，好，那就开始播，大概要播，来大概就好，我跟陈工，比如讲，就安尼吼，用肌肉啊，就喂。龟的头给它揉了来，你不要把那个秧苗的那个尖，只要不要伤到它的尖，都是成功的。好啊，然后就好给它，你哎对，哎沿线对，哎，好可以，你帮他一下对。那等一下就不用了哈。好，哎拨一下土给他这样。你说要拨一下土？哎，一下下而已啊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哈，好。我来吸一下隔壁啊！今仔这多人，会使无？赞啊！这么多人追都用哦啊！你是这台相机唔知好用一个垃圾鱼无？哎，不要紧。好，谢谢。我来吸一下这多人的壮观画面。我现在主要是录影啊。哦，线是要贴到这样吗？还是要更？就是在线的正下方，线的正下方，不要移，那像这个不用移动，看这边就直接播了就播了，对，应该是在正下方，是在线的正下方，嘿，正旁边也可以的，靠近就好，不够了，直接贴线这样，嘿啦，你要贴线呐，可以帮我拿我的相机过来吗？在包包，我的包包里面，那你要钥匙在口袋。完蛋了！你等所有人如果播下去，就不用再重复了啦。哎呀，好啊，安内赛后开关键，你弄好哈。我要等，你这一条要播了十个小时，播不完。你就下一排插直就好。反正旁边会有人帮你修。对，你下一排插直。啊，你不能一直移动啊，你那里像铁牛翻身了。好。然后那个研究的妹妹这一条，好，这接下来研究的妹妹哦，但是这个是，哎，要怎么称呼你？一盒，好，你的左手边呢？我知道，我等一下。你的左手边要靠线，好，拜托你，好。那这里，你等下都没用完，你再家己为这个布一条去，还没汇合。
中焦，这个吼，哦，这较简单，好你得嘛。是是是，因为他等一下这个线拔起来之后，你就发现这里中间空下来。空下来，那空下来有什么好处呢？空下来就是给草生长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好处就是虫可以吃。这个好处会害我们。第一，这个。这个又是田埂地带，那个人家路人经过会说啊，你孔令很像，哎，他都不称赞好的，他都会称赞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二就是它会变成养草区，它会变成我们在育种啊，你草也会贴线贴线，对对对对，贴线贴线一点呢、啊，跟它 kiss 没关系的、啊，哎哎，对的，下一排变正就好了。你们的左手边都要靠线，好、哦。啊！我来，你这电话照你加个分。我看伊阁有要教学无？来这里，我在等相机。哦，相机，啊，你的相机是对。相机有人去拿了。哦，好。是我等下你的相机搞咱都乌暗面啊！我相机也给你先卡照过来。这还有。这边过得不疼哦。有人就习惯了。哇，怕踏到福寿螺，这里有福寿螺吗？有啊，捡起来要丢，哎，先捡起来，不要丢到别人田。刚刚根本就是想丢到别人田。对，我想说丢到别人田好像也不太对。耶、yeah ，没有话讲。哦，你在拍啊？对啊，现在在录影当中。哦，你在拍照了。那个大家可以打声招呼，耶、yeah ，耶。去那里领那个。秧苗，领秧苗，领秧苗。3 3 2 3 4 3 6 3 8 4 0哦，4 4 2 4 4 4 6 4 8哦，现场要50个啊嘞，但是我囡仔到我都做工课。破纪录，破纪录。我倒搬物件嘛会使。嘿，但我看搬腰计算的啊，要紧要紧，我先破一下脸书的啊。哦。我本来今仔想讲大家会迟到啊。我还以为我会很提早，想象中的人还晚。嘿啊，怎么大家都很蛮厉害，都会提早，连那个软剧团都很早就到了呢。那个软剧团是有硬实力的啦。嗯，是。今天来这用的，今仔提早到呢。一排是六个哦，五个。啊，今年伊要帮忙那边嘛。哦。所以我等下是等山起来，我甲斗三工呀，还是即马？迄落等下啊，等下你翕个，啊你爱采访迄区，战斗区也是很忙诶。战斗区啊。刚有营汤工。哎，刘慧轩，你要好好照顾小孩子啊，指挥啊。
录影中。哦，录影中。嗯，然后发表一下今天感言。我觉得我要再改进，因为我擦了一样太臭了，不好意思面对镜头。不，他们会再补啊。其实我第一次擦也是这样，其实这次是第二次。外哥，阿桑利赫。就害羞了。哎、欸，老是抢风凉话，嗯，很好玩哦。这给你。然后去哪边？去再去装啊。哦，好好好。其实我要再装不是吗？我把老师讲个话吧。这今天人数众多，感觉如何？真的蛮多的啊！没有，什么？大家辛苦了，哇，大家辛苦了。因为现在我搞不清楚我要干什么，所以先暂时做那边正面啊。哦，拍那边正面，是是是，我先把这一区的拍完再讲。来到对面吗？对啊。那就走这个前程，怎么会走里面呢？这样比较好走。好啊好啊，先从可以这一块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。我。90D九二十 D。辛苦了辛苦了。不会，好好玩。好好玩吗？小姐你好。好啊。我是农村采访青年。要不要帮你拍？不用不用。抢工作？什么？什么抢工作？要不要帮你拍啊？不用，这个工作还蛮轻松，我到现在为止胜任愉快。好，各位，然后人家要不要讲个话？今天气真的很好哎、欸。哦，对啊。上一次来擦的时候大风大雨。我听说有听说。对啊，所以今天感觉还不错。是，好好，继续加油。第一次踏到泥土，身为农夫的孙女，但这是我第一次下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哇、哦，阿公是农夫。对啊，你是种稻子的。是。没想到我有这么一天。好。我真的很怕福寿螺。福寿螺，哎、欸，福寿螺应该还好吧？那个前辈，福寿螺要如何处理？样本。就是我现在暂时把它放在盆子里了，如果看到就先。丢到边边，因为国姓是说也不用全部杀掉，让它可以吃一些杂草。哦。所以到时候边边的那一条也会种比较多，就是刻意要让它们吃的。哦，有隔开就对了。就是你现在那个水郡的那水沟那一条之后，也会种起来。OK。大家好，这边是采访组。对对对，线是歪的，真的，所以你要歪着，跟着线歪着。嗨。嗨。今天的感言。感觉是这个记者怎么在拍照，怎么没有下来拍？哦，有，因为人太多，不知道干嘛。先拍一下，等一下再帮忙。这个差多久？脚不要再动了。这个我也不知道哎。我其实今天是第二次来擦，上次有见面啊。对啊。对对对，还有。坏掉那一只往往是没有用的，你再拿起来一下，我试给你看，全部拿起来。好啦，救起来啦，从底下。好啦，救，那要救起来，救起来就对啦。原来有。不会提起来。是哪有？对，上一点好来，你那个像这个，你就稍微给它压一下，跟对不对？好。像粘土那样。嘿，这看你对了，要补啊，你得考虑啊呢。哦，不要，哎，青菜藤啊。无啦，我是讲类似你刚才看到的那个。青菜哟，我去。这个弟弟可能要配合一个大人。
慧萱。好啊。你是负责搬的还是？都可以啊。都可以，好啊。哎呀，那搬的快没人了。那我来。哦呵，你买来慧萱看要干音啊。是。对对。啊，对我搬啊。是呀、啊，是呀、啊，妹妹挥手，妹妹挥手，耶、漂亮，对对对，会先可以啊，累人累人，那个走路就是像那个八字形的路啦，好，八字形，哎，好啊，你继续，哎，那不要紧啦，那个前面的种种我们以后再修补啊，啊，后面的你们修补回来就对了，好，观众太密了。可以可以可以啊，你可以再压下去一点点都好了，再下去一点点，后了好可以，好可以，只是你拨一下图给他，啊对好还要拨，哎，啊拨太多可以吗？不用，你记得拨一下图给他，其他的不用，那没有你要拨侧边的给他救起来呀，哎呀太贵呀，那那要拨啊两点钟。无啦，伊的边啊，迄支啊，迄支歪，迄支啊，歪的，把它扶起来，扶起来，安尼唔就好啊吗？想跳就跳。好，啊，你因为你已经走太前面，在后面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后面了。你啊，你这边要怎拨？你是要补一排？袂使，你行，你行行起，你啊。你那个盆子放在你旁边，然后你前面的，对对对。这样，对，横的铺完，再下一排，再铺完，再下一排。你不是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不要了，插下去就不要再拿起来。你这里也太密了，这里吗？哎，这里后面的话宽一点，就是间距大一点。那你那个你的左边，有两颗，你再补上去没关系。密了就密了，就不要管它，后面下去再调整。挖土壤给它解救。哎，对对对，那么紧张，米亚都握住我头，差不多差不多。我在可以呼吸了，按照嘞。下去差不多差不多。我感觉是看树身，我把它踏平了。不错不错。然后土。不错。啊，那个阿B，你不能一直后退啊，你不要动来动去。你们那一区我看是铁牛关土。后退。特动啊。后退，我觉得阿迪亚应该去搬那个秧苗比较实在的。我们缺汗，还有呢。那个太多了。因为我站太远了。是啊。我以为要这样。我太贵了，我太贵了。我您也在预告您，今年哦，今年有什么大戏？插秧大戏吗？赶快田里面。然后你的那这一根要对齐线。哦，好。你的对齐线，它也对齐线，这样才会。好。不然你看哈，现在我线拿掉的时候是不是太宽了？不要太深。所以你可以再补几根下去呀，那个沿着线那里可以再补。补一条。好。我们没预告，预告，今天救不起来，你再改问，你海他的戏，你海伊的戏2266，什么？曹，反正以后听到软剧团就是支持下去就对了啦。给他都是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是，哦，那边有代志。前面太拥挤，啊，后面太宽。好，你再停下去。没有，要退后了，你转过去用退后的，用退后，用退后，屁股往那个修正姿，对，脚要跨开，是蹲马步，后面的修正，边插秧边练功。小朋友的脚步就小一点了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不用跨太大。还好了吗？在旁边有没有对一直线？它的旁边，这里太大了，这里有颗。六颗。一丛，我一丛麦芽嘛，忘记了，明仔日你的摊下来对。哦。啊，它就是因为你脚有踏到，所以要补一个土。
就是那个这个浮上来，就是因为我们脚踩下去旁边就会浮上来，嗯，啊你就是拨那个浮上来的土去给它。哦，不然它刚刚其实因为浮在，对啊，老实讲其实所有土都压到水里面去哦，我们在灌溉的时候那些露出来的土壤才不会长草啊。嗯，但是今天就算了，什么名字？因为指挥不完啊，先求有再求好啊。我到时候你阿爸就刷卡哦，还是不一定过了。啊，你的左边还是太宽而已，跟右边有哦，还要再进去啊？啊啊，越走越过，就沿线。